许多历史和建筑的故事必须经过妥善的保留，用故事写下它的新生命。云林县斗六市的三三文创聚落原名是三小洞，本来啊是战时的指挥所，后来还曾经是仓库。经过了都市规划以后，聚落里头的艺文创作、还有文创产业以及小农市集等等，呈现多元的一个风貌。以公民会馆的核心理念来做一个方向，目前呢是由田野文化协会来管理，不定期的是推出了设计展览、创意市集、小型音乐会，期盼能够从历史纪念唤起时代的记忆，让空间更能够充分被运用，继续为历史写下记录。